那假使讲无啥物需要补充的，根据双方所提出的证据，本庭我家是的证据，丁兄，我是的证据。丁兄，我这边有新的证据。陈燕那用肿瘤，我有新的证据。新的证据嘛是需要申请，唔是讲用就会当用的。林少，这个新的证据啊，牵涉着几千亿的投资，啊，佮医疗设备造成的社会公共安全遐问题，这真尔重要，所以阮要求啊，当场公开新的证据。王哥，李哥，过两月律师。因为咱即马即个案件牵涉到真济方面，嘛真复杂，所以恁即马想要先休庭，和陈长胜这边去申请使用新证据，连工才阁开庭，也是讲恁即马想要直接看到新证据，咱看卖到底是啥物证据。吴湘水，你若是会惊，无要紧啦，我给你时间，今仔日咱暂时休庭。我咧等伊好好准备。我以为着咱这个案件已经准备真久啊，咱哪个会议室来浪费这个司法的资源？所以王哥，你同意被告使用新证据？既然双方都同意使用新证据，啊，咱今嘛就把证据公开。这车也叫做安破了。哎，啊，这文件下来，电脑上在安破了，哎，人头资料。对啊，啊，口交的明星哎，啊，还有101号的进货单。书记官，麻烦你先把101号进货单这个档案拍开。丁兄，你应该有看到啊，这顶端啊有写安破罗原厂将家己的机器卖予这间山寨公司啊，这应该就应该证明啊，您所讲的山寨机其实不是假，是真的。证明我单中性买着，你斟酌看看。这每一张的进货单，顶端拢有日期，而且写得清清楚楚。所有的交易啊，拢毋是伫咧一天以内完成的，前后差不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啦。这搁一遍，搁证明讲，因所讲的山寨机啊，根本就是原厂，应该伫咧正手到倒手。啊！若杨湘水，伊是咱破落的大股东，伊是安怎要家己来哄骗家己的？就是因为这间山寨公司啊，是家己个人成立的龙头公司，伊把正版的机器啊卖过了后，就变作山寨机。伊安尼做主要的目的就是，伊要乌空我跳，伊想要陷害我、诬赖我。陈中信，你第一摆有白讲啥？那份报价单根本就是伪造的嘛！我要求休庭，让法院有更多时间来查这个证据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你拄则毋是新调去，要一问到我拍落去。我讲要有你时间偷偷调查这新的证据，你唔肯的，即摆是安怎？后悔啊？这资料拢是假的，但都是用的拢是假的证据啦。麻烦者，搁把这个交易明细档案拍开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一挂往来的电子邮件啦。啊，若前后时间啊，应该是有四个月。这个部分就要麻烦丁兄啊，你要先查考杨湘水的安破罗公司的电脑，就算讲伊全部拢甲删除了了，透过技术嘛是我都将伊删除遐邮件，
把伊阁还还倒来。安尼等于证明这个交易案幕后主使的人就是杨湘水。另外，就是这个人头资料档案嘛，请你拍开。内面每一个人啊，我拢要对伊提出告诉，因为因全部拢是共犯。哪会变安尼啊？这小娃稳死啊！这份资料，哪会落伫咧爸的手头啊？唔对啊，是谁提予陈雅的？昨昏就有伊走去我的办公室，一定是伊唔知影怎偷摕到这份资料。陈东俊，你竟然是陈忠信的 spy！ 王哥，针对被告提出的这挂证据，你阁有啥物要解释吗？杨湘水，我先甲你提醒哦，你先想个清楚，老老实实回答法官。啊，若无啊，伪证罪这条罪也是无轻的。这资料拢是伪造的，还阁有遐个人头，我根本就唔捌伊，嘛唔捌看过啊。是不是当请法官，甲伊一个一个拢找出来问个清楚，卖互我受着冤枉。看起来伪证罪你是一定要吃这条罪啊。我明明买的是正版的机器啊，结果竟然让你冤枉到死。刷来啊，我要加告你一条啊，诬陷还佮重伤害。因为你我爸母害我身受重伤，还佮有文宣目睭青的，包括我拍官司的时候，我所有的损失，我的商誉，我的投资。杨湘水，这声你敢若吃官司就吃个饱。别告诉你去告啊！你用假的证据来欺骗这个社会。你提告的罪名，我一定把你告回去。你要把我告回来哦？好啊，非得有得输我穿便便啊！这边我跟你啊，一定要分一个输赢。嘉爸，你愿意签一张同意书，把黑旗集团的负责人委托给我？那安尼，我自然都会把会当让黑旗集团起诉飞星的证据提出来给你啦。予你明仔日开庭的时阵啊，拍赢一场官司，把迄个邮箱税啊，好好修理一下。替爸出一口气。陈同志，爸是在问你，今安破罗迄档案是不是一传有牵引的？不是啊，我拄则明明就坐伫旁听席呢，而且迄法庭内底嘛袂当用通讯的工具啊。啊，就算讲我有资料，我是要哪传互陈雅啦？啊，搁再讲，我都真正无啊。虽然人无在内面，啊，不过你当行设定传送时间啊，像你干蛋的代志。像不样子啊！我若是真正有甚物证据，我都直接给恁啊啦！我那都主要先偷偷给牵引啊！无你昨暗讲啥？你即马讲清楚啊！我只是想要替爸出一寡主意嘛，看卖是毋是咱给爸伫法庭上哦，加一寡新的讲法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尔啦。啊！不过你明明就讲你手头有证据啊，而且还讲我用黑市集团跟你做交换呢。不，您误会啊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尤总裁，拄则阮爸讲遐话哦，是超工要杀人，咱两人之间的信任啦。你放心，伊无法度来杀人，咱两个之间的信任。因为咱两个之间根本就无任何的信任嘛。你要代替恁爸爸来修理我？上天白惊兵，你变来做，我嘛袂当讲你唔对啊。刘总裁，唔是啦，我哎呀，那你是甲解释啥话啦？人拢讲上天白惊兵啊，是俄罗斯友好呢，你敢有说啥调机来唬恁啊？刘总裁，你安怎护持子孝？我无兴趣啦，我要赶紧回来处理迄个假证据。可是老我发现，迄证据是你伪造的。我甲恁保证哦，恁即摆罪名一定会重几啊百倍哦。这到底是安怎？我已经甲你吩咐过啊哦，那个山寨安博罗联络的资料，你也全部甲伊处理掉。今日哪会出现在法庭上？好，你陈忠信提起来对付我。妈，我嘛唔知影是安怎安尼。我看到的时阵，我嘛不咋查。你唔知呀？搁在遐讲地心。
禁锢只有过你的手哦。啊，你删掉你拢无照做，啊，搁会流出去，好在当中就摕到，这你要安怎跟我交代？妈，是嘞，我确实无照你的吩咐去做。啊，不过我留这个文件，只是要买一个保险。万一山寨的公司若无照聘照行，想要趁这个机会，把咱当作有一个叛仔来揩油，至少咱的手头还够坚固，会当抵因啊。妈，我是为着要保护你，还够有一个集团，而且文件我拢藏好好，我真正唔知影是安怎流出去的。文件卡数老藏的好，哪有可能有单丢钱，当庭给我洗面的？我真正唔知影啊！你真正唔知影？看起来应该是林思倩用匿名的方式，甲禁锢交单中心。就算讲你这届无想要出卖我，却不过你甲迄个文件留落来，嘛绝对唔是想要保护我的啦。你嘴讲了真好听，想要甲我买保险，其实哦，你是想要替你家己买保险啦。你就是等第有一天哦，你摕这份文件想要来保护我，要对付我，就敢参照迄个背骨的。单中尊去对付单中心，甲款。妈，我求你，你莫阁误会我。那无你这么侪年的牵绳照顾，可能我即卖人生也是无无渺渺三无路。你是我上感激的温情人，我就算死嘛无可能反背你，妈。我会当救助啊！但是我有反背你的心思，我出去只有吃肉啊，妈！迄个白骨，第一开庭之前，搁去找陈中信，讲伊有啥物会当予黑旗集团起死回生的证据。啊，这个证据是你提予伊的，啊，若无，敢有别人嘞？你讲。你跟陈中俊到底是有什么交情？你讲啊！妈，我跟陈中俊私底下真正无任何的交情，我嘛唔知影是安怎伊会讲出这款话。那安尼资料是安怎会出现在法庭上嘞？你跟这人阵佫无想要讲老实话，你是啥是？这件事听起来确实有内情，咱若是哦，受过刁计，就失去理智。我想你也是心较冷静。你是要替蝴蝶讲话是？蝴蝶嫁入来姜家有十年啊，伊做代志敢有周全，是啥物款的个性？阿姨，你应该比啥物人较清楚。他是讲迄个物件，敢若过伊的手，伊敢有可能这么讲，不予别人看，甚至是泄露予别人。这根本就是提着他讲家己个卡的代志。请阿姨，你若是倒啊，对蝴蝶有啥物好处？伊甚至会失去一切。所以你想想的，伊根本无任何反背你的理由。不管安怎，这么机密的物件泄露出去，害我叫陈中信。怕甲满面战斗，或者是事实。问题到底是出在倒位？我一定爱查清楚。即马上要紧的，是赶紧哦，甲迄个山寨安珀罗的集团，去甲伊切断关系，切合理理理。啊，若无到时阵，你真有可能无得脱身，嘛真有可能，和吴奇集团的雄武受到伤害。多谢你。